好了吗？我就换条裤子啊！我当时就觉得你这个护防水，我老是漏水。开了吗？开了。他们在哪？前面。直接下了是吧？走。自己走是吧？往左边，往左边，往左边。那边啊，那是他们吗？他们是不是在那边啊？外星！哎，太快了！
对，因为这边雪软，这边高，你就体验你刚刚那个跪的膝盖的感觉，应该是刚刚那个感觉。刚刚那个坡还行，太短了。只有这条路。
还在拍。OK， 哦，这边是 park， 你当用的。我往后面看看。
太小了。啊。左边，那现在是不是过不去了？他刚刚那个有一个 traverse 的地方，在这个后边，在这边下面。是不是过不去了？我过得去。你发现你偷塞不稳，不稳啊，就是因为你平时很少那个圆弧画完整，你拉过去之后，你膝盖你会发现突然你吃不准这个力要用多少，所以说你要偷塞的加强一下，肌肉再加强一下，肌肉比较弱。后面呢？透你又一直是还行，前面不行是吧？你偷塞的这个圆弧拉过去的时候，你要很稳的压过去，对，一钻牙就倒了。后压倒是没有，你腹部没用力啊，你要放松，你要让它有一个力把你弹回去，你扩又得，对，得扩收住。你要是这个，就你要自己去感受。OK。前面我们漏过一个切湖，我操 ！Vicky 呢？不知道。关心。啊。Vicky 呢？前面。哪条前面啊？就是你们滑这条前面。
冲过去了。啊，那算了算了，他冲过去，那就走吧。再坐一趟。那个地方往左，这样子又回到，我们现在又回到那个，又回到 Mountain Base 了。对，我们刚刚错过一个小缺口，所以说，算了，就这样吧，反正这边人少，小还行。反正看看这边，尽量贴着左边，说不定能滑过去。贴右边还是左边？尽量左边。这里，前面正前方，后面，后面那棵树后面，这里。你别停在平的上面，一定要停在那个斜坡上。你穿过去，你穿过它，先过去，这边太平了。你看好 Vicky 了，我在那边。我操，竟然出来了！
滑到了地图之外，到了这底下。但是它那个地方它滑不过来，对，也可能得冲一段，要爬一段才能滑过来。
右前面就是 Challenge 3 Bozeman Trail。 这个吗？嗯，再上去能过得去吗？能，从上面有个绿道。 okay， 这边就过不去了。对，直走 Bozeman Trail， 直走就是看。啊？Jaywalk， 然后 Big Sky 在那里，然后那里可以上另外一个缆车，然后上船。
Okay.
stop recording.走吧。
一样的，他们从这边左边下，我们就这边下，他们在左边。我本来以为想让他们过来的，走吧。
多石头，石头，石头。那怎么办？避开了，往旁边跑，往右边滑，往右滑。那他是跑那边去了？因为那边有石头，他滑了，叫我们过来，绕过去，从这边过来。
可能我走错了，他们在我旁边。Too far in front of them with a score of 7-0.57 coming off the Big Sky Freeride team, Hayes Livernois. Yeah! And another Jackson Hole Evolution team shredder. Score 7-2.53, Owen Smith. Super clean today. I was getting dizzy watching all those 360s, hold those skis and prizes up high. You guys did a great job today. Do you know where the stickers are? I'm sorry? The stickers. Stickers. Streetcars? Sticker. Oh, stickers. Yeah. Go out our door, go straight across the hallway. You'll see a shop called the Logo Store. Thank you. Thank you.雪马丑，丑啊！丑就算了。